各位同学，今晚要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晚要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啊，咱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那么我今天要讲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哈。那么，咱都阿秘书长也讲真济哈。那么，我大部分的资料嘛是为伊迄本《新台湾论》哈，为遐收集来哈。那么，咱来回顾一下台湾的伫法律上哈，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我来小介绍哦，简单介绍的。就是咱伫1895年，吼，大清跟日本的天皇签这个《马关条约》，日本那边是讲叫做《下关条约》，是日本天皇因为《下关条约》，他来为大清的皇帝也取得台湾甲平和，吼。但是来到1945年8月15日，因为日本天皇伊的领土迄个美国甲牵两粒原子弹。啊，一礼拜后，8月15日，日本天皇就随宣布投降。哈、哦，那么伫1952年，这个旧金山和平条，日本政府啊、哦，你注意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因为日本天皇的领土，伊是靠日本首相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台湾甲澎湖，当然包括。日本的四大岛，包括这个沖繩哈，所以日本的天皇并无把台湾甲澎湖这主权放弃，所以甲进台湾澎湖还佫日本天皇的哈。好，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佫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但是即马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由目前的台湾地理当局，吼、哦，对，较早的中华民国，吼、哦，来代替管理台湾中，吼、哦。这个台湾地理当局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未再去称呼中华民国，所以干来这样称呼台湾治理当局，吼、哦。好，那么台湾有足多问题，吼、哦，几百项的啦，吼、哦。啊、我提其中几项啊，好，先来跟大家探讨。首先，咱得要先了解到底咱家己是虾米人，咱是虾米种族的人。好，你若身份地位无创清楚，你就有可能会认错做老爸。好，到目前台湾还有一半以上的本土台湾人认错做老爸，佫认甲足欢喜的。佮洋洋得意的，你佮讲哦，伊佮佮你争个颔棍筋作落条哈。首先，咱来看这个地图哈、哦。台湾上好分的就是两种，这个有点粉红色的这个哈、哦，这种是人讲后山，较早拢讲高山族啊，聚居地哈、哦，高山族哈。哦就是刚才因拢讲原住民啦、啊、哈，这个范围你看。那么西部这个吼、哦、浅绿色的，
这个叫做平埔族，吼、哦。台湾你先甲分两大族，一个高沙族，啊，一个平埔族。那么目前大部分人，大部分拢是平埔族啊，哈。啊，平埔族高沙有十三族，吼、哦。那么咱平埔族嘛有十族，吼、哦，好，啊，咱来看对十族。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啦，吼、哦，卡巴兰啦，吼、哦。啊，台北遮。就是凯达格兰族，好，那么桃竹苗加和的道卡斯族 （Tokas） 哈，啊，中部遮就较侪哈，有三族伫即个台中、彰化、南投哈，遮有一个八寨哈，八折海族，啊，一个帕普拉哈，一个马布萨哈，伫即个附近咧活动。那么嘉义甲云林，则有一个红安雅族，啊，后人讲简称红雅族了哈。那么上大族的边埔族，就是这族，叫做台南的西拉雅族哈，西拉雅哈。那么西拉雅其实还佫有两个支族，这张图内底也无哈，其实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啊，伫高屏地区。那么佫一族。就是2009年的八月七八，迄个莫拉克风灾灭村，迄个小林村，迄种叫做大满族，哈，迄个四五百个吼，四个村还有六十个，哈。那么马卡道族这个族是，就是谢长廷做工市长的时候。伊为着纪念阮马卡道族，所以有伫这个纵贯线边啊开一条路，甲号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的祖先。吼，我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吼，啊，这马卡道族要甲记做好记，你甲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吼，啊，火车来弄来爆死，吼，去做号做马卡道族。有影，你若去高雄市吼，伫个纵贯线铁路的边啊，高山遐啦吼，来回迄个所在，真正有这条道路吼，啊，你就会记的吼。啊，我的姓潘，其实我的姓嘛是素姓。我伫较早吼，我拢安尼介绍我家己讲，啊，我的这个姓就是台清的。官来台湾视察，啊，地方的爸母官陪去看外口的，阮的平埔族的住迄个聚落。哎，就问讲，啊，因遮拢姓啥？哎，爸母官讲，无人因种无姓呢。哦，啊，这个台清的官员他算有学问，伊看阮拢住伫溪边、水边，因为阮要洗身躯啦，要洗物件较方便，所以拢住伫溪边。河边，哈、哦，伊阵讲哦，安尼，甲河树生，住伫水边的番，我姓潘嘛，哈、哦，潘了三点水，啊，下骹有蚕，顶管发米，顶管佫一片哇，迄、那个番一片嘛，哦，所以算这个台青这官员有学问啦，有水，下骹有蚕，蚕会发米，我、哦啊、这。关键算原住民轮廓呢，较深个双眼皮哦，用漂白的马卡道族了哈，一片都漂白的马卡道族，好。所以你若无了解讲你是对一族的吼，你足有可能，你会认为讲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足有可能你会认为呢，吼，认错祖先。好，啊，是不是？平埔族的吼，你会当看这个特征，你手甲弯起来，只要一条白线，吼，你会使掀开看嘛？啊，无，你爱手阿弯，吼，啊，看哪有迄个足明确。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脚尾尖头，你若迄肩胛若闭损的吼，迄嘛是。啊，过来就是肤色，那像我这款哪里看？白无白人遐白，吼、哦，啊乌无乌人遐乌，
但是我那差不多行多超伟大，小花超伟大，差不多十一分色啦，十分色的差不多要咱金黄色啊，我十一分色，小花乌鲜乌鲜的，哦，行了过头就可能积色的，拢拼不住的哈、哦。好，啊了解咱的身份了后，咱即马来想讲，是安怎咱来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我咧拄啊，秘书长我拢讲过哈、哦，就是为着要好管理的关系啦哈。哦所以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啊，你还知影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1年呢9月8日签署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参加去签署，因为迄阵有争议，到底谁能代表中国？哦，如果美国是支持。蒋介石因这个集团，因为较早因是盟军嘛，啊毛泽东的代表迄阵，因这共产主义跟美国，吼、哦、盟友那个盟邦才是对抗的吼、哦，所以就今天和1952年4月28日生效一天，是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签这个台北合约，吼、哦，所以叫做。日华台北条约，啊，伊条约第十条来在讲啥？来，就本约而言，就是日华台北合约哈。中华民国的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注意哦，那个。一种共啊，大概个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视为，你看，马英九是不是伫台北讲，甲高沙族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啊，其实也心内顶讲，你本来我无甲你当作人看，只是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我把你们当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有捌听过这句？好、哦，啊，所以底下你看视为根本都唔是啊，哈、哦。咱唔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只是暂时要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来甲咱管理啦。啊，加了已经中国籍之台湾籍澎湖居民。佮加一个即前属，前属就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咧管台湾迄阵咧，咱阿公阿妈因，包括伊所生的后裔，哦，对，咱拢要暂时当作中国人，其实咱唔是哦，哈。啊，那么是安怎台湾人无国籍？哦，迄就是头拄咱比如顶讲，过美国了，美国的地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决。第一个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好，啊是安怎安怎判？好，咱来看哈。伫1972年，换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建交了，原底日本跟中华民国所签的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好，啊失效了，当然咱本来摕的中华民国暂时的国籍。都无严，啊！而且，因为日本已经伫1952年就是那和平条约生效，吼、哦，迄阵因的法院就甲咱台湾人的日本的国籍取消去啊，所以咱也无日本的国籍。啊，日华嘛，日中建交，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因日本已经跟阿强啊建交，跟中华民国的断交，迄、那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哇，连中华民国临时的国籍也无去吼，所以咱变成没有国籍。好，那么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好，其实咱的潜在国籍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哈，因为咱的爸爸妈妈。
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啊，那么咱是咱的爸爸妈妈因生拖落来，当然咱的潜在国籍就是大日本帝国国籍。那么变到恢复，啊，都要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好，咱都要讲，必须这样讲。迄阵琉球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琉球人等于是日本国的境外。日本的琉球人，若要去东京读册，还是要做生意，爱向美国美国民政府哈申请头多一本黄色的旅行证件哦，爱提一本开当离开琉球，等于出国去到日本的迄四大岛，还是东京、台北安尼。好，所以变作日本的境外啊，哈啊，赶快。1945年四月初，尼米兹上将率以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伊率领伊个舰队，包括海军陆战队，去攻打琉球，把琉球占领了，所以设立琉球军政府。那么，伊下骹爱设立一个琉球民政府，和琉球的人来家己做一个较亲民的政权，毛三权哈。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嘛有，来管因琉球的人民，因家己管家己哦，哈。那么，来到1969年，是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来参详讲，我爱赔你美国偌济钱，你卡要甲琉球还我日本。哦，迄阵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哦，所以伫1969年。日本把这条钱交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哈。所以，伫1972年，尼克森总统哈，伫1972年的5月15号，准把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予日本政府，好，叫做琉球返还。安尼了，人家琉球人主人登一到日本，因得个恢复日本国籍，赶快。台湾嘛，只有美国军事占领。那么，咱将来要求咱的母国日本政府来看美国政府参详，看爱去赔偿偌济钱，和美国，啊，咱台湾返还。咱若台湾返还实施，咱主人咱就恢复日本国籍，哈。好，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好。啊，欧美的先进的国家拢是叫做属地主义。属地主义就是讲，你只要伫伊这个国家的领土内底，啊是伊的航空器顶管，啊是伊的专家顶管所生落来囡仔，就是迄个国家的国籍。好，所以，因中国人做个走去美国，那怀孕，吼，做囡仔怀孕，做个走去美国生。因为生了就变，自然摕到美国的国籍，吼、哦。所以你看，像迄个李庆安，李焕英的祖囝，伊大把多的时候就走去美国，吼、哦，把伊的囡仔生伫美国，所以伊的囡仔就自然摕到美国国籍。好，啊，这个属地这个好处就是讲，你伫迄个国家生落来，你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啊，你的自然会爱这个国家。爱这个领土、土地、港，会保护这个所在的环境，你袂想要甲破坏。但是你若受到中国系统的吼，都拢后壁这属人主义。中国人呢，人家华人，无论搬去到什么所在，生团落来，因拢讲因是华人，伊袂去落地生根，袂去爱迄个所在，所以。因为像美国，因为 Chinatown 的唐人街哈，迄个所在就是讲上落后、上脏乱的所在，哈，拢上无进步啊，啊，佫不融入当地的社会。因家己若伫迄个所在啦，有赚到钱，就要把钱摕返去因的故乡，哦，中国遐，哦，要起大厝，哦，要光耀门楣，伊袂去回馈。
哦，美国当地，比如旧金山啊，还是洛杉矶，还是纽约啊，未去融入个社会，所以造成因何人印象讲，泰国啊，佫搞贪污，啊，佫搞钻法律漏洞，啊，未融入当地，未回馈当地，所以排华事件伫美啊发生，伫印尼、马来西亚拢会发生，哈。啊，所以因那因个中国人。华人也有钱，嘛介到予当地人甲绑架，就是人看袂起。吼，啊你敢那过趁钱呢？啊，袂晓照顾当地弱势团体，哈，啊，这是属人主义的卖处，哈。啊，咱东方、日本啊、台湾、韩国，较早有迄个大清关过，哈，也是有去因遐唐迄个，像日本去遣唐使，哈，去学中国的系统的文化等啊。拢有迄个父权思想，拢是这个查甫，无论去到对所生落来，拢总是属人主义哈。OK， 好。过来，咱来研究到底咱台湾人的血统是啥物情形哈？你血统你若有了解，你的主人你会爱台湾哈。有一句话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妈。因为啊，大清的时阵海禁，所以若要走来台湾呢，大部分拢是伫因大清迄边有犯啥物案件较济，或者海贼，吼啊流氓走来遮就对啊。那么大部分拢爱查甫，因为查甫身体较勇，你要离开故乡，啊要来到台湾迄个时阵是还佫张力之气足重的吼，来遮。你若水土不服，就好死的。所以大部分拢是干那查甫的走来呢，无查某的。所以这登山公，吼，这个登山来查甫的，来到台湾爱就地取材，爱娶本地原住民的女孩子，吼。啊，但是你唔好想讲啊，台湾所有查甫的拢是父系的，拢是登山公，唔对呢。都唔是讲台湾的。阿公拢死了啊，无可能嘛，吼！所以即句话呢，敢若对一半，无登山嘛，即对个，吼！啊，有登山公嘛，也有台湾阿公啊，吼！其实登山公来台湾吼，十个内底哦，六四三老一回头，六个四先啊，因为迄阵船啊拢细只，啊，台湾海峡个海流真颤流，啊，海涌有时啊呐。冬吼，秋冬以后风涌足大，卸载船啊，小块者大浪变个规船死了了，所以平均十个来爱六个死伫台湾海峡，三个留落来，迄四个登岸了，三个留落来，佫有一个，看遮环境嘛无下呢吼，佫登伊吼，但是这三个敢会活，敢留落来敢会活，真拼呢，咱来看这个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就是。琉球的这个与那国这个岛的这个渔民哈，因为拄着风浪啊传染哈，啊伫这个满洲的东边，迄个东海岸呀登陆，哦为了爬起来，五十几个向台西个向迄个南台湾的南台湾族台西哈。高佛寺主遐吼，甲抬甲剩十二个，啊，互人甲和尚来洪山护城，啊，甲专登去琉球哈。那么日本政府的因个外交部门就跟大清交涉，大清甲回讲，等于讲仿山以南为化外之地，非我大清所管辖。啊，表示讲迄个领土唔是大清咧管的。所以日本就起兵来打，所以伫这个牡丹吼，这个石门古战场都发生战争。但是真正战死的哦，拢无超过五十个，但是破病死的有五六百个。哎，就是呐，日本人伊住伫寒带所在，伊来到热带南台湾，热带作者迄个疫病哈，就是你得可乐啦，吼痢疾啦。马拉利亚啦，吼、哦，啊，水土不服，落屎，
啊，就迄个蠓啊，顶着登革热，那登革热就死啊，哦，出血性登革热，所以这三个要活了，惊病呢。日本算因为伊是正规军，有军医来哦，就死个遮凄惨嘛，哦，迄算如果拍赢嘛，算叫做惨胜啦，哦，所以以这个武断下事件来讲，这三个要过会活了，我上加活一个尔。所以这个当中讲足少的台湾的比例是足少的，尤其你这个当中讲中央有带着边部族的女孩子，你生落来血统第一代落来生来剩50%，或者讲你咧用一般50-5050%，还佫原住民的血统，但是这个囡仔哪个带边部族的，还是嫁边部族，佫生了剩25%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所以本土台湾人吼，其实咱原底这个台湾阿公吼，台湾阿公，想到他尾啊，拢总讲台语，讲闽南语，就是大清来管台湾迄个时阵，卖讲大清，就是讲郑成功来台湾，伊拢遐兵啊25,000，遐兵拢是闽南，就是漳州、泉州、厦门、金门。伊要出兵是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卡来打荷兰哦，安平荷兰。啊，伊的军师陈永华嘛是闽南哦，漳州遐的。所以为迄阵来了，因的官方语言就是闽南语。所以咱的平埔族拢会去学因的官方语言。拄啊像讲日本人来，咱本土台湾人嘛去学一句。中国人来，吼，即卖中国蒋介石出来只政府，因强势推行北京语为国语，所以咱拢受教拢爱学因的语言，吼，所以就是咱的阿公，唔是讲爱宠爱，伊嘛是要想要学进步，所以也去学当时的政权的官方语言，哈。啊，所以伫安尼情况下，真侪台湾人都去学迄个闽南语。个公有都台语，自认为是台湾人啊，祖先是为福建下来，为中国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我拍一个问号哈。好，那么清朝甲咱台湾人满化，哈，学因的语文，哈，啊因来甲咱速成，好，啊你来要因的语言，伊嘛速光后你做统一嘛，哈，啊这就是。你吸引咱台湾人漫画，哈、哦，啊，这不是干那大清安那日本人来嘛，同款啊。1937年的，甲台湾人皇民化，哈、哦，学因的文化，因的清茶，哈、哦，穿和服，啊，穿墨镜哦，哈、哦，墨镜你那差不多60岁去的，哈、哦，50岁去应该拢穿有掉了，哈、哦，这。那么，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还佫有85%以上的原住民的血统。我开用原住民这个，咱是这些主人哦，咱是原来这些主人哈。啊，咱来看这战败国是对几个哈？第一是荷兰，荷兰伊有郑成功佮关照对吧？哈。所以荷兰人这两，伊本来伫台湾有2000多个兵嘛，吼，甲官员，伊有郑成功甲赶走，所以荷兰人无留落来。所以伊留荷兰人有留基因伫台湾足少。过来，政治王朝伊有大清甲，因为四人叛变吼，哇，甲赶走。啊，正式王朝这人台吼，掠到的吼，拢佫遣送等于大清，伊袂留在遮，后日你佫。壮大，佫生一群人，又佫要反清复明，所以拢个佫请等于大清。那么大清以后，日本佮打败，吼，话日本跌过来。迄阵签这个马关条约，有予大清的居民2年的时间。这2年，你考虑看卖，吼，安尼啦，袂合，你会使变卖家业，吼，家产，给恁大清。
那么结果迄阵伫台湾吼，统计了吼，两年后统计，还阁留伫台湾的差不多剩8000几个台青的人，还是大部分拢是留落来做生意的吼。好啊，8000几个，看咱迄个时阵，台湾要约300万人来讲，剩三差不多1%呢吼，所以足少的。那么换大阵日本帝国去个美国拍牌，美国委托中华民国。会怎解招来？伫一年来，甲咱日本派来伫台湾管台湾吼，1945年迄阵已经有差不多30万人咧。日本正港诶，日本本土诶日本人，因诶军工教人咧，包括伊诶眷属伫台湾，拢总请美国船啊，吼，甲载登日本去西大岛，吼。所以日本人嘛，不留偌济人伫台湾。所以你安尼甲看。所有遮拢都爱走，遮去被打败拢爱走。所以咱还阁作数呢，有85%以上咱的血内底，你甲抽起来是高沙族加平埔族的血统。好，啊你若要阁较认真嘞吼，你到北部，吼你马偕医院的林玛丽教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 DNA， 你予抽血还是用唾液吼？可以去验，即摆用电脑咧走，加足紧诶，吼！啊，南部你会当去即个高医，高医然后一组检验室诶人咧专门咧分析，电脑分析台湾人诶基因。那么台南有一个李晓峰教授，我即个真有名，伊就是我那细汉拢讲讲乌印度啊，伊头毛小可 QQ 吼，啊个小可乌，拢叫乌印度啊，我伊都。感觉足奇怪，那红叫乌印度啊，所以就去验 DNA， 由林玛丽验，林玛丽甲分析下讲，有影你确实，你回来底就是有印度人的基因。好，伊就去研究历史，哦，原来就是伫荷兰时代，荷兰人来台湾，伊主要就是要取落皮，吼、哦，啊个来只叫咱只平埔族甲斗争甘蔗，因为迄阵咧。会当连做蔗糖、乌糖、乌糖，迄阵是足贵哦，吼，迄算奢侈品。所以伊靠进行趁真侪钱，啊，所以需要阁种愈侪甘蔗来趁钱。啊，要种甘蔗，爱用牛吼来犁迄个含迄个甘蔗粮、甘蔗膏。所以为印度引进这个赤黄牛、赤牛。那么你？赤牛要为印度引来，引来台湾，因为坐船啊，还有人照顾个黄牛，所以是印度的这个牧童哈、哦，对你来哈、哦。那么来嘛是爱继续靠这个黄牛，可以这样交配，佮继续生仔，佮繁殖较济。啊，就是遐迄批人，可能去交到李晓峰因阿嬷的阿嬷，叫做祖嬷哟。你有看到迄有个人诶 T 恤后壁拢写“林祖嘛台湾人”有无？有人穿这款诶吼？啊，奇怪，人查某敢穿安尼“林祖嘛台湾人”，较无人写讲“林祖公台湾人”吼。咱查某爱改进咯吼。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诶户口根本，那即马拢有。做对安尼做乌乌的吼，咱来看卖，因为拢该做乌乌。啊，这是中华民国，因这政府吼，足惊一寡真相，互咱台湾人知影。所以换咱本来迄个日本皇民化，即马换因要甲咱中国化，但日本人伊较认真，伊当作这个户口这个制度是日本人来了。较开始有这个户口制度，日本人来足认真。伊第一，伊要先了解台湾到底有拢总偌济人，伊要做一个人口的统计。啊，每一区有偌济人，啊，这区是对一种族的日本人拢来调查清清楚楚。哦，所以因一步一卡因，甲咱台湾人的这个种族，吼、哦、分较足清楚。所以伊拢有甲你写。但是话，中国政府来了，伊惊
咱的损失，互咱台湾人知影，伊拢要甲咱骗嘛。吼、哦，伊拢用，哦，咱即马已经光复啊，吼、哦，祖国把台湾光复了，你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伫1946年1月12日，甲咱变更所有人的国籍，为大日本台湾人的国籍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安尼甲咱骗。啊，即马都要甲咱的损失即种付掉。日本人来调查，好，比如伫桃竹苗家，客家人可能较济，啊，所以这客家人就讲广东话。好，啊，你若会晓讲广东话，啊，甲你道卡斯族的族语拢袂晓呀，伊就甲你写一个广，写一个广，互你认为讲你是，咱会想讲咱是广东来，咱的祖先广东，错误啦，吼，迄是你为了要学会官方语言，啊，到尾啊，两代三代以后，主人你的主语就失去啊。所以你是道卡斯族，不要讲道卡斯族的主语，也要讲客家语，所以就给他写广。好、哦，啊，你来要讲平埔族的话，哦，你道卡斯族的要讲的话，伊给你写迄个熟。说翻平埔族就给你写说翻哈，说翻的意思。啊，你若高沙，高沙你若大部分拢不要讲，拢干来要讲高沙的话，所以给你写生翻，写一个青。哦，所以平埔翻吼，各分青甲色的哈，有生翻甲说翻哈。啊，你若平埔族，哦，比如像南埔、嘉义啦、台南、屏东、高雄。那拢也要讲福建的迄个闽南话，啊，但是你西拉雅族的语言拢袂记啊，伊就给你写一个福，啊，你莫继续讲你是福建来哦，伊是给你用讲你是语族，你的语言族群是用福建的闽南话，伊给你写福，哈、哦，莫错误讲，认为讲哦，咱的祖先福建来，错误哈，根本。真侪人讲，哦，我有族谱啊，我来祖先福建来，但是迄拢是素姓，佮素族谱好哩。所以你真正讲，你陈水扁啊，还是谢中正去中国要找祖先，找无哈，保证找无。啊，另外台南吼、哦，台南市啦吼，内政部要求撤销户籍住籍为熟吼、哦，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吼、哦。日本时代讲的熟番就是平埔族的啦吼。哦大部分都是希腊雅族的哈，哦，所以希腊雅族嘛，抗议讲批评讲是这个内政部太霸道哈。说完就是平埔族哈，啊，即嘛台南市伊已经把希腊雅族列为我呐原住民的一族，但是内政部还没有承认哈。好，阿咱来。讨论讲，咱对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来看嘛。第一，咱拢甲错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吼，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这个咱就是用洗脑洗甲足严重，啊，所以若有人咧讲这句吼，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你规个讲，啊，你规个讲安尼啦，我是人，嘛是狗。哎，安尼，好。那你陈文林2008年来台湾吼做联吼，你看迄阵陈文林要来，马英九就下令，迄阵马英九已经做总统啊，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吼，伊下令讲叫建设巡逻，啊，为汤机场一直到台北市沿路陈云林要过所在，拢袂使有中华民国这个车轮机。哦，所以若看到插旗啊，还是民众举旗啊，拢爱甲抢来，哈、哦，有诶抢来，搁压落当等日本做人。啊，咱日军诶吼，哦，真啊头壳歹呢，竟然举中华民国这车轮旗，去啊咧示威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哈、哦，哎，着头壳歹呢，哈、哦。啊，等到五千旗，中华民国这个警察，哦，咧甲保护。惊日军咧去甲抢来，甲
放火烧，也是甲加刀搞破。吼、哦，马英九下令爱保护这种，这是伊个正港个头家，个旗也袂使有防破坏。吼、哦，啊，过来英伫英国，吼、哦，2012年伦敦奥运会，吼、哦，你来看，本来只有挂中华民国这个前领旗，后阿强啊向伦敦的奥运会抗议。这旗啊，关个收起来。啊，所以咱台湾人伊个戆腿个，佮摕只中华民国旗啊，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个国旗哈。啊，即拢头壳歹。啊，包括这个三太子嘛是啊，三太子是足有台湾味个哈。即因为高雄办2009年个这个，这四大奥运会哈，所准请开，啊伊嘛举只身去。伦敦遐咧发中华民国车联旗，啊，一大堆台湾人、广台湾人去遐咧个支持，遐咧分旗啊，吼，啊，这就是头壳歹认同错误了哈。好，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我来看嘛，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好，这个阿扁迄阵。1999年，为着要选2000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吼、哦，所做一个决议，吼、哦。啊，你注意看，那李登辉咧做总统，伊是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对不？啊，这意思还可以看到说，中华民国本来唔是伫台湾，是伫别个所在，啊，因为流亡的关系，即马招来伫台湾，所以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你依稀还可以看到他流亡的味道，好。那么，来到蔡英文，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前主席，因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好。啊，你甲看，看，迄阵阿扁也要选2000年总统，同款，等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只。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等于你讲若要卖嘛，卖一个好个价，结果连卖都无卖，直接用上诶。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哦，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哦，你若要卖无嘛，卖一个好个价，结果无连卖都无卖，直接用上。好，好，那么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咧哈。真侪人拢会讲外省人，有无？好，啊，这个唔对，那么咱应该讲什么人？捌来讲的哈，那捌来讲的，中高人，哎，伊若讲伊外省吼，啊，咱煞变本省人，啊，煞中国的一省，啊，都食得来嘞，吼。台湾，我跟他简单讲，台湾跟他两种人，一个本土台湾人，啊，剩的拢叫做外国人，好，安尼就做过分的啊。外省人伊嘛是中国人，好，你袂使讲外省，你若讲外省，咱就变作本省，变作因的一省，好，所以爱讲因就是中国人。过来，哦，咱定听了讲专省，专省有房拢有得卖，有无？有听这句话无？专省拢有在服务，有无？哈、哦，啊，这爱改喏，嘿，这爱改转台湾对了。嗯，好，嘛袂使讲全国哦，因为咱台湾唔是国家，袂使讲全国拢有在卖哈，袂、哦、使。好，过来大陆，咱土外口。99%拢咧讲大陆，大陆讲到安尼足顺咧，爱讲啥物？嘿，对，中国对，嗯，安尼有进步啦吼。因为你跟人讲，甲外国人讲，啊，我去大陆佚佗，外国人都头壳惊着咧。嘿，啊，你到底是去对佚佗？因为全世界有北美洲大陆，有南美洲大陆。有非洲大陆，有澳洲大陆，欧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拢有六个。
啊，你讲你去大陆玩，啊，你是去这六个地方的哪一个大陆玩？啊，所以袂使讲大陆爱讲中国哈，因为大陆不代表中国，大陆有六个哈。好来，咱定来讲心得，好，啊，这爱改啥？啊？有人知影这应该正式的名称爱讲啥？国道不是台湾，也不是国家，所以没有国道。好，来，第一线，啊？台一线就是日本人来台湾。台清在你台湾212年，有够笨手，连一条道路为家人通去到屏东都无摘掉，因为若拄着落水溪、高平溪这款大条溪，伊就无摘掉做桥过。日本人来台湾10几年了，把这条台线打通，哈，该铺桥就铺桥，该挖防空、挖防空好过。所以叫做台湾第一条纵贯线，马兰公纵贯线也可以哈，台线。好，啊，省道哈，我认为不改省呢，因为你若要开省道哈，嘛是爱加油。啊，你若讲加水的哈，迄落真正你讲省道我都不会讲哈。你若车加水的走安尼，我就没话讲哈。好来，偷渡客应该讲啥？大家拢讲，迄阵20年前，台湾钱阴卡北，中国人查甫拢为福建的长乐县的外海有一个岛叫做平潭岛，为遐坐渔船啊，为咱新竹的这南寮渔港附近啊登陆起来，偷渡起来，啊后尾走去屏东、枋寮、东港那边遐偷渡上岸，抓到，迄阵电视报纸拢讲，佮抓到几个偷渡客。啊，爱讲啥？其实，嗨，对了，偷渡犯，因为偷渡是犯法的行为，哈、哦，你去人的入侵，会使讲，就飞机入侵人的领空，人飞弹就给你拍起来下落来，哈、哦。啊，你偷渡抓到，当然是偷渡犯啦，哈、哦。啊无，哪讲偷渡会当叫做偷渡客？安尼。刑事犯唔啦，哎叫做刑事客。小偷拿来到咱兜偷个物件，迄个咱拄啊咱转来拄着，你咪爱甲拍招呼哦，小偷客你来哦。啊，冰箱有物件，你有摕开食无？哦，这就是因中国人的心态，因为因等于非法。1949年逃难流亡来到台湾。啊，即马有诶走无过来，啊，到尾啊，即马走来，吼，迄拢因共故乡来，所以因讲迄个做偷渡客，吼、哦，是安尼来，哈、哦。我讲台湾总统，啊边啊，咱台湾人诶总统，咱台湾总统李登辉嘛是咱台湾总统，敢对？唔对啦，台湾唔是国家，所以袂当选总统。因即马咧选诶，迄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吼、哦，毋是台湾人去哩，台湾人去哩嘛是做中华民国诶流亡总统，简称中国的总统，嘛是爱讲流亡，爱搁加者流亡，吼、哦。所以你莫讲哦，阿扁啊，咱甲支持去哩，因咱台湾人诶总统啊，吼、哦，错误吼，而且咱拢爱改进，吼、哦，即红字拢卖讲。拢爱讲青这边，哈 ，OK， 好，好。那么为中国来，拢唔是好物件、好东西。这个东西哈，你注意看，那因中国人咧笑咪讲侬，你算什么东西啊？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啊？好不？对不对？所以，伊那咧讲歹，拢讲东西啦。啊，这嘛有理由。为经济上，你来看，你那卖东西货，好不好？啊，比如
咱台湾有的，福建嘛有，台湾有金蕉，有山啊，福建嘛有金蕉嘛有山啊。啊，你若甲台湾的金蕉讲送去福建卖，卖不到好价钱，因遐有哪有？吼、哦。啊，但是你若往南北卖呢？你若甲台湾的金蕉甲山啊摕去日本卖，哦，贵松松，足好价。啊，台湾迄阵无苹果，吼、哦，雷山无咧种苹果，日本时代。无咧种是日本的富士苹果来台湾卖，哇！啊来啊来台湾卖，下下叫足好价。吼、哦，我还记我做小学嘛，小学二三年级，差不多十岁时，啊我伫反正我算囡仔头王，啊带一群安尼，定十个对伫我后壁，四界去，迄个耍了对吧？放风吹啦，乌大杯啊，创啥？有一下耍到无聊，看者。伊窟啦，做大窟啦，啊，有人饲鸭，啊，远那种啊，无来练，看啥物人牵鸭牵会着。我徛头前就三只刀牵咱啊，后壁啊对后壁咧牵啊，啊有够两公诶吼，啊一刀杀来牵诶，鸭无牵诶，乌鸦头啊牵诶，吼，血出不流。我牵迄个头啊拢，哦真正满身全金条，我准备回，我准。孤了啊！我就是穿白的迄落内衣吼、哦，内衫，嚯、哦，红光光安尼流了，后背遐几下都哭啊！啊，我袂使分离，我做囡仔头王，我嘛是爱坚强，爱爬起来，起来吼、哦，等头壳较袂戆啊吼，赶紧转去，好啊！妈妈就载我去互医生顾，啊，顾好就好在北个，带我去火车站头，火车站头前。买一粒苹果，甲我慰劳就对啊。我第一个食苹果就是迄粒，所以我印象足深诶。好、哦，迄粒日本诶富士诶苹果，香公公，我唔敢食。等去到枕头，带写真，规枕大家拼，阮遐同学大家都拼，拢毋捌食过。有一种苹果足贵诶，好、哦，香公公，好、哦，那个苹果的滋味，到我现在我还阁记条条哈。所以你若做生意，就爱卖南北货。所以咱迪化街吼，或者在那个卖南北货，迄开始趁钱。高雄的三芒中街嘛，就咧卖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啦，吼。好，啊，为中国来不是好东西，咱来看。哦，寒流好、哦，像今仔呢，顶礼拜热啊，今仔我著去赶甲四四阵吼。尤其我住屏东作落来，来到遮吼、哦，寒流拢中国来。啊，无得沙尘暴了，吼、哦！这拢为中国来，啊，过来最近这两年啊，雾霾，吼、哦！啊，这内底拢做着化学毒气伫内底，吼、哦！这也造成肺癌元凶之一，吼、哦！啊，是这个鼻炎来，吼、哦！啊，这是因中国无咧为着干那要顾趁钱，伊无咧顾环境，吼、哦！伊即马来看咱。三四十年前，台湾咧牺牲台湾的环境，出卖台湾的环境权去换钱啦，哈、哦，碳环境权哈，迄、哦、对人先进国家不爱做的化学的物件吼，拢委托你台湾做。啊，即马讲完，全世界未爱做的迄个高污染的物件，拢委托中国去做。啊，所以即马最近拢曝光因的大都市无啥啥拢无，啊对。雾霾足严重了哈，过来，郑成功，啊，郑成功来，伊先讲咱真正失败，哈、哦，迄、那个一九，嘛一六二四年，荷兰人，哦来占台湾的台南的安平，刚迄一年，荷兰人嘛去占纽约的曼哈顿，迄阵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哈、哦，刚迄年哦，结果。你甲看，即五百几年来，吼、哦，一条历史，到即马要五百年啊，吼、哦。纽约即马是全世界上大的都市，发展个，吼、哦。啊，咱即马安平呢，台南村一个古都，吼、哦，差足济，啊、哦，所以，哪卖电线工来甲荷兰人赶走，吼、哦，搞不好咱真正是等于一个大型的新加坡了，对个。也是大型的香港，吼、哦，真可惜，就是以来咱阵失败，吼、
过来大清自来，头拄仔讲个，来台湾管212栋，无心要经营，无心要建设，都连一条道路都做袂好哈。啊，所以真正台清来就是咱上黑暗的年代啦，哦，200几年无进步。好，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嘛是，这海啊，伊怎个招一个来？吼、哦，另外呢，都有计划利用228事件，把咱台湾人的精英差不多30000人拢杀掉去。这30000人内底，大部分拢是师资辈，拢医师、吼、哦、建筑师、工程师、老师，吼、哦。啊，这是日本开国，日本政府开国50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安尼。哦，无几个月抬了了去，哈、哦，所以即句爱改啊，即、這個、中华民国在台湾爱海，叫做海台湾，中华民国海台湾，哈、哦，迄30000几个呐有落来吼，伊生团落来有偌济精英呢，对吧？唔知要替台湾发展发明偌济物件，甚至加摕到偌济块诺贝尔的这个奖项，哈、哦，好过来蒋介石。哦，这条石头哦，所以嘛有老一辈咧讲讲，台湾哦，甘愿伸着迄个广岛甲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唔好伸着这条臭石头，这遗害一两百年，广岛、长崎人到30年后就开始恢复啊。好、哦，咱台湾都直接来了，咱陷入永世浩劫哦。好、哦。好。那么，咱来分析，从美国的国务卿去讲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吼，这是这个2004年10月25日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的，吼，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啊，这是这个国务卿，吼，这个美国的一级的。主要官员吼所讲的，那么咱来讲，现在美国会讲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哈，因为台湾管的话是美国国内法，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伊赶紧设立台湾关系法来管台湾，哈，所谓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法，美国人虽然用。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咧管台湾，但是美国人若要来台湾，伊嘛是爱提美国的护照，开在里边，吼、哦，是境外，但是伊阁用国内法咧管台湾，吼、哦，所以我个号称境外的国内，哈、哦、，OK。那么国家有四个认定的标准，吼、哦，咱来看对四个，哈、哦，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哈、哦，第四要有外交权。好，这是认定是不是国家要有这个四个标准？啊，咱来看，台湾是不是国家？咱来先看，台湾有领土无？无呢，这个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有人口无？无呢，即摆这人口是潜在大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哦，有啦，但即摆有政府啦。拍者，即卖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你台湾政府。啊，有啦，我有23个有外交的这个小朋友的国家，拍者，迄23个小朋友国家，诶，建交公报你甲摕来看卖，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去跟人签的，是提前去跟买，好、哦，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无甲半项有。所以台湾国，台湾不是国家，哈、哦。啊，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啊、妈祖啊，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哈、哦。啊，咱拢用汉字啊，所以拢是中国人，好。那拜关公、妈祖，咱是中国人，这逻辑哪会成立？哈、哦。安尼，那信耶稣的，拢是美国人还是以色列人？哈、哦，这个逻辑未通，哈、哦。安尼呐。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对吧？所以袂使安尼讲。啊，咱拢用汉字，安那用汉字，安尼，较早韩国嘛用汉字，
甲进日本嘛，要咧用汉字，哈、哦，这个逻辑未通哈。啊，那安尼你若讲安尼用英语的，拢讲英国人，菲律宾用英语，咁英国人嘛唔是啦，哈、哦。过来，那么是安怎咱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哈、哦，而且都伊头拄啊讲伊琉球做咧，哈、哦，啊琉球。琉球人因去阵赛车，因日本人开车韩都瑞伫右边咯、哦，啊美国人开车跟咱即马同款韩都瑞右边，所以日本开车是左边去右边回来，啊美国是右边去左边回来，哦你包括即马高铁来代替，要佮延续日本时代即个作为哈、哦，你注意看，伊北上是左边去。南下是右边等的，代替嘛安尼哦，高铁吼，代替拢安尼。所以，伫这个状况下，你看呐，美国人开车跟日本人开车大溜球，不是得小龙啊，吼，啊龙嘞，落来会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日语，吼，就歹沟通的。所以，得要成立琉球民政府来管因家己哈，然后上面纠纷。2006年，哦，抗美案，哈、哦，那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哦。那么，过去2008年3月18日，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哈、哦，可以当抗上诉。那么来讲，什么话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个时间点，中国军拢还未来到台湾。所以迄个时阵，诶，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所以咱即马要要求讲，你若要请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拢爱申请到日本时代的户口填本，吼，爱用毛笔写的，吼，就是要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吼，包括伊的后裔，吼。那么到2009年4月7日，联邦的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搁活在政治领域当中。好、哦，你看什么？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起码这个政府不是咱的政府啊。好、哦，而且大部呢，到190几个联合国的成员，敢那22个有个承认。好、哦，那么咱台湾人还搁承认活在政治领域当中，啊，这就像阿扁啊。好、哦，你看。阿扁也代表咱台湾人，即马又关伫感觉内底。阿扁也嘛跟你讲啊，伊关伫1.38坪啊，好，伊是关较细间俩。那么，咱拢关伫外口一间较大间，讲意思。啊，那伊后壁的人咧看台湾，你看咱即马言论自由，咱的人身的这个安全，拢受得。这个马政府的伤害，哈、哦，拢咱心内拢要个有，虽然解除戒严、废除警备总部啊，但是咱家己心内还佫有一个小警钟，足惊讲我怎啊讲这话出去，唔知会用来关袂，哈、哦。啊，后边人咧看咱台湾的，敢若讲像咱即马咧看北韩同款。好，那么联邦的最高法院，咱阁上诉去到最高法院，伊有受理本案。啊，这是头一届咱台湾人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包括美国的宪法来提出告诉。哈、哦，那么给头一个美国的这个。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哦，这真重要。这伫美国法律来讲，就讲，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在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以及叙述的法理见解完全正确，哈、哦，美国国务院全部确认。所以联邦最高法院伫2009年10月7日就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啊，这当然就是讲美国政府
甲因个公布阿袂准备好。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嘛阿袂准备好，咱阿袂训练接收政权的四千人，好、哦，所以伊先搁置本案，等咱双方拢准备好啊，伊会阁提出来审理哈。啊，所以安尼了，吼、哦，迄一年，然后2010年七月七，经过协商，台湾民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挂牌运作。啊，你注意看这个字迹，真趣味。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时，伫美国政府的倒三工资啊，伫1946年的七月七日，吼、哦，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吼、哦，啊，所以你看菲律宾独立建国日跟美国的建国日同工，拢七月七日，所以因的国庆日啊七月七日。啊，你看咱叫咱台湾民政府要挂牌，嘛是选这个七月七日，吼、哦，这个有很有政治意涵。而且，咱伫九月七日，吼、哦，双方协商了伫美国首都的华盛顿 DC 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吼、哦，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国安部拢有派人来祝贺。这个 DC 的世纪饭店是足有政治意涵的一个饭店，吼。美国过去200几年来，伊若有重大的事件要宣布，吼，美国总统也是伊个国务院要开会、要开记者会，拢伫这个所在开，吼。这饭店无介大，但是足有名。啊，这就是咱伫饭店。开的这个经营哈，啊，这是咱的主席哈，这是咱的主席，曾根宪昭哈。好，那么咱就随伫2010年十一月七日，第一届国务院内阁成员哈成立哈。好，啊，这咱时间的关系，我赶紧了。好，啊，这个真重要，就是讲。2011年一月二五，咱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送予咱有送去予美国，送3摆才通过。头一届送去一礼拜就要拍转来，哦，佫改，佫送去，佫要拍转来，哦，第三届送去就是 OK 吼，啊，咱就把这个送予美国政府报备吼，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公民身份证的佮旅行证件的法院。要有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做法院，咱才能根据这个来发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哈。好啊，2011年十月二十到二三，这头一届咱组150个台湾民政委成员去日本的靖国神社，一家39100个台湾英灵举行慰灵祭哈。啊，即个咱伫遐翕一个纪念照哈。啊，咱迄个其实许以政府的规格甲咱交代啦哈。因为一般日本人是伫外口遮，哦，拍两个扑克，行一个咧就算祭拜完成。啊，咱是许请你要到重点伫遐读祭文、跳箭步哈。咱高山族个高山族个团队伫遐跳箭步。啊，佮你比较上来对内殿，你个祭拜哈、哦。好，啊，皇帝头一届出现两种旗啊，哦，这破天荒的哈、哦，过去几啊百年唔捌出现的代志哈。以前拢敢若日完旗会当入面呀，哦，即摆咱连咱这旗也会当入面。好，好，那么到底中华民国政府未来要安怎？好、哦，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将裁撤哈，改做指挥部呢哈。即卖21万5的兵要裁加，剩差不多12万哈。啊，这12万差不多像日本的自卫队安尼呢哈。那么美国军事政府的人员哪里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爱撤退去金门、甘妈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啊，你要看这今年。2011年十一月三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航线首航，为台中去到平潭3点钟就到哈。啊，那么过年哈、
两千哦，去年啦，去年十月七日，海峡往平潭到台北港首航，台北港就是万里遐啦吼。啊，这里干哪两点半点钟就会到，吼，伊只船啊，一定载七百六十个旅客，两百四十台的车辆，吼，去年差不多一定运十八万人次。那么伊呢，联合报系甲你报报讲，台北港，吼，台北里个港口。伊的运量会高过台中港，啥物原因？因为台北管区吼，拢中国人较侪吼，人讲台北市是中国城吼。那么先啊，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这咱来探讨看嘛。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吼，伊所讲的，伊讲伊伫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也听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标题，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地把台湾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好，他说这是因为让我再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攻打台湾，啊，这个很严重吧？他为什么有这种权利可以？你说台独他就要打，因为台湾跟澎湖这块土地不是无主土地啊，有两个主人，一个叫做所有权人日本天皇，一个叫做债权人美国。你这两个，啊，因为可以说。日本因为去发动太平洋战争去攻打夏威夷的珍珠港，哦，然后后来的这些太平洋战争，日本把美国的航空母舰用航空这个用那个叫做直升特工队去把它炸沉，哦，把他们的飞机打下来，杀死很多美国大兵，这个战争债你要赔啊，哦，要像琉球模式，有吗？要赔3亿2000万美金，那么台湾你还没有赔清楚，战争债你没有还清楚，你要独立，第一个你要先把战争债还清，第二个你要去向日本天皇问，让我独立可不可以？有天皇你要发出什么条件？哦，要跟人家讲清楚，双方同意才可以嘛。好，哦，你要。要求日本的国会要成立一个法案，叫做领土分离条款，要有这个条款，有这个法案，你才可以依法来公投啊！啊，你都没有，就直接说要跟人家独立，美国不打你才怪哈！而且美国说台湾不可以公投，哎，这奇怪了哈！陈水扁阿扁啊，这总统。由于第二任的是无连任压力，吼，啊，都一直想要冲公投，这是美国的红线，因为美国人知道，台湾人68年来被中国国民党愚民教育，有一半的台湾人已经承认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每次总统选举，大部分都会选输，如果说一对一都会输。阿扁也是拄啊，三卡拄，佮加一个宋楚瑜出来，含连战拆开，含阿扁也三个选，阿扁也赢第一届2000年赢20几万票，对吧？好，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看，你把它看，谢长廷跟马英九2008年选，那个小英2010年跟马英九选。这两次都输，谢长廷那一次是输差不多200万票，到小英三只小猪声势这么好，结果还是输了80万票。你如果把这两年哈，2008跟2012年，把它当作统独公投，马英九是主张统一的，小英跟谢长廷是独立的，把它当作统独公投，我们输呢。所以美国很担心，
所以不可以让台湾人过头公投。如果那只你把它当作公投，我们输了以后，哇，那就很惨。解放军进来，每日就师出无名啊！他要尊重你们台湾人的民主投票的结果啊！你们要跟中国统一，所以中国派军队进来，解放军进来，美军已经师出无名了哈。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台湾民政府训练4000名人员及核发41万份呢？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啊，这有原因。当时蒋介石的部队啊，他们陈仪来的时候，就是派了1000个公务人员来接掌台湾。那时候台湾大概有600万的人口。好，现在我们台湾大概有2300多万人口，差不多4倍，好，6×4=24。你看，所以是差不多要至少要训练4000名。陈水扁2000年，那可以说幸运的选上了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执政的准备，没有训练这些人员，所以只有他的小团队去接了总统府，接了几个行政院啊或者各部会的头头而已。讲难听，也就是说换头不换心啊，只有换头，手脚都还是国民党，所以他的命令下到下面，下面不会执行，阳奉阴违，所以都是被绑卡绑手啊，绑手绑脚，所以施政都受到很大的阻力啊，就是这样原因。好，所以而且核发41万份台湾政府身份，有这41万基本的，可以说是列是种子啊，这些人拿着身份证可以到处去宣扬，说这是才是真正台湾人的身份证，不是拿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好，好，再来我们来美军占领台湾的法理啊，还有的依据，还有有什么迹象 ？OK， 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跟他说美军占领台湾，说哪有，我都没有看到美军，啊，可是我们可以从法理，还有从一些迹象可以来了解哈。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好，我们来看，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的8月17日，啊，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啊，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2号的对日本受降典礼，啊，那天来发布，那时候就是在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面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日军投降。好，你注意看，他是用命令蒋介石啊？为什么用命令？因为杜鲁门他是所有盟军的统帅，那么麦克阿瑟将军他只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蒋介石他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啊。那杜鲁门的这个命令哈，当然可以命令蒋介石来代表盟军，那很奇怪哈，他只有说命令蒋介石的，他前面没有说命令中华民国蒋介石，没有挂那个国号国名。可是同样一个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也发布给那个苏联军哈远东区的司令。就是规定所有日本兵在中国的满洲国，就是东北三省那边，好，包括北纬38度线以北的北韩，好，北朝鲜，是向苏联远东军的总司令来投降，他有挂苏联这个国号。那为什么这个没有中华民国的国号？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有4个政权。一个重庆蒋介石政权，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权，一个是南京的汪精卫政权，还有一个满洲国。那这谁要代表中国？不知道，所以只能不能前面都不能加中国哈，是这个原因。好，那为什么他可以发这个命令？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
他才有权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好，单独来打日本，哦，打台湾的，就是只有美军，没有其他的国家。所以他打赢以后，他就分配谁来帮忙占领。哈，因为那时候美军也没有那么多人，哈，所以很多都是就近委托盟军来代理。哈，好，那么旧金山和平条约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二条是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哈，刚刚已经讲过了。第23条的 A， 确认美国对日本为主要占领全国，哦的身份，当然就包括日属的台湾。好，那么对日和平条约的拟定，哈，还有跟51个同盟国来协商，都是杜勒斯这个特使来主导去分配。那杜勒斯他是被美国总统所聘任，被杜鲁门总统聘任当特使，去跟其他的51个盟国来协商，来起草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容。由这里这以上来看，法理上就知道这是有国际法理的。好 ，OK。那么《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的4月10号啊，过几天以后就35周年了哈。那么，可是它追溯到1979年的1月1号来生效。为什么？因为1979年1月1号，它跟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后面订立以后要追溯到1月1号，才不会脱节哈。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才有权利跟义务来订立。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或者法国台湾关系法。好，好，那么1982年的美国雷根总统对台6项保证，这个是因为那时候美国要跟中共签8/17公报，那么那时候蒋经国很紧张，他很担心是不是美国要出卖台湾给中国，好，这很可能会压垮蒋经国这个政权，所以他很紧张，而且那时候台湾民心浮动，这个就有点那个8/17公报有点就像1949年的美国对华白皮书，是压倒蒋介石政权的部队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等于说美国宣布放弃蒋经政权，好，而不管国共内战了，不再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权，所以国共内战在1949年。蒋介石的国军兵败如山倒，撤退的速度非常快，哦，快到他们自己的报纸都报得好像打胜仗，他们很会玩文字游戏，明明打败仗要撤退，他不讲撤退，他说我转个方向前进，哦，那个报纸写说我军转进神速，速度很快，所以神速一日千里，哦，你看他很跑得很快嘛，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安尼有厉害不？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糟糕，李阔卡，然后共军追赶不及，啊，听起来好像他很厉害，其实他是打败仗。好，好，那这个状况又类似那时候的美国对华白皮书的情况。所以蒋经国很紧张，就透过他的外交系统去跟美国讲，希望他可以来发布一些公报，或者是对台湾的保证，来安台湾跟中华民国国民的心。好，那雷根总统也想说，为了要安顿台湾人的心，因为那时候台湾很多有钱人，包括中国人有钱的都一直想办法卖掉家产、房地产，准备移民到其他国家去，好，要逃离台湾，因为怕被出卖了，又解放军会过来。好，所以雷根总统，我们来看他讲哪6项保证啊？第一个就是美国无意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第二，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谘商。第三，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下来停止对台军售。你注意看，这个对台、对台、
对台，这里所说的对台就是1979年以后所设定的那个台湾关系法里面所做的台湾治理当局，啊，他讲的是对台湾治理当局哈，来军售，不是对台湾人哦哈，你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人不是最友善的，他当然有保护到台湾人，但是最主要的他是保护到中国人哈。所以我们常秘书长才讲，我们要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真正保护台湾人，而且那个是国务机的条约哈。台湾关系法只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而已哈。好，第四，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不施压力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第六，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好，这几个对台六项保证，当时当然是安慰到了整个台湾，中华民国国民的民心士气。好，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有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或者承诺，对不对？英国或者苏联或者法国从来没有对台湾有什么保证，那为什么美国要对总统雷根要对台湾有这些保证跟承诺？我把它好比说，就像男女朋友已经论及婚嫁，一定有那个感情关系到一个程度论及婚嫁，男生要跟女生求婚，你一定要做一些保证嘛。好，啊，你如果嫁给我，我保证每个月5万块，好，让你买衣服，哦，10万块让你去买其他的，哦，化妆品啊，或什么当零用钱。啊，你有这些保证，人家才会嫁给你啊，不是吗？那表示已经有关系嘛。如果台湾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美国的雷根总统要对台湾做这些保证？好，就是我们因为是被他占领的关系嘛。好，好，那么台湾的新竹乐山雷达基地为什么要挂美国国旗？好，这个基地当初设计的时候要300多亿要把它建成，可是马英九当总统以后，美国就追加差不多100亿到差不多400亿台币，就是要多追加那个保密的那个防骇客入侵的这些设施，因为美国也对那个马英九不放心，因为他是统派的，所以很多内部的那个防骇客的那些机器设备都加装进去。那么是台湾人的税金交给中华民国，然后去盖这个，然后去挂美国国旗，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好，如果台湾不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他凭什么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建造这个雷达基地？好，但是这个雷达基地所它的征收范围是有3000公里，可以征收到内蒙古，包括北韩啊，他们在发射大浦洞飞弹，这个雷达都可以征收到哈。然后这个所有的资讯都链接到美军太平洋总司令的手中哈。好，那么到底是哪一国在替台湾护移民在护渔哈？你看，记得舰上面挂美国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挂在下半部，好，就表示这艘船是美军在指挥的。好，好，那么中华民国三军的战时指挥权是在美军太平洋司令的手中。好，美国核电这个议案，刚刚秘书长讲过了，我就不用再讲哈，好，跳过去。好，军事基地来做一些对比。你看菲律宾
有克拉克美国的空军基地，啊，还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好，琉球有加索那空军基地，还有普天间基地。再来，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好，那么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好，你注意看哈，这四个地方，通通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啊，被美国军事占领的地方，所设的军事基地。好，你看，菲律宾跟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啊，古巴是也是跟台湾一样被放弃，啊，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这都是美国军事占领地，这都很明确的。好，所以我们台湾是被军事占领没有错，所以它才可以设这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哈。好，那么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好，那我们来以伊拉克做个例子。好，英美联军在2003年的3月19日去攻击伊拉克，然后大概2个月的时间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善意的占领区。好，然后联合国承认哈，在5月22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好，都是类似台湾治理当局嘛，就是伊拉克英美联军的治理当局的权利。好，可是你看到2009年，大概6年的时间以后，英国部队降旗撤军。美国是2011年12月15日，美军降旗撤军，只剩200多名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好，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你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伊拉克被美军花费那么多的军费，账面上是3000多亿美金，其实可能实际下超过一倍。可能要6000亿美金，哦，才把伊拉克占领下来。可是花了这么多钱，不能把伊拉克变成美国的第51州，叫伊拉克州，不可能啊，哦！包括以色列当时去占领加沙走廊，领了38年，到后来还是在联合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也是从加沙走廊撤军。这就是因为国际战争法有规定嘛。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如果说每次打赢战占领了就变成你的，那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了，哈，所以不可以这样子哈。就是比后来就是拿破仑时代以后就有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规定哈。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习两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不管你占领多久，到最后你还是要撤军。好，好，第二个就是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你中华民国，你流亡到台湾，你不可以在这里就地合法。好，你要恢复你中华民国，你要把你自己要反攻大陆，把南京占领下来。好，那时候你可以恢复你的国。你的中华民国，你跑离开你的国家，离开你的人民，你就是流亡政府。除非你又像法国一样，有没有？法国当初被德军占领，戴高乐将军带了一些军公教人员逃难到英国的伦敦，所以他们的国民那时候的叫做 French London， 就是法国政府在伦敦。那台湾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它是 Chinese Taipei， 简称是中华台北。实际上，它真正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的政府流亡在台北，哦，是这样的。所以简称取前面哦中华，后面台北，那真正的名称是要这样讲哈。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就先讲到这里哈。那明天的时间我再继续来跟各位报告。好，谢谢各位。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啊！我靠，餐厅有点心的当用，谢谢。
那个萧婉欣还有温焕中，请两位同行来这里领你们的识别证，谢谢。